庾澄庆要跟连战当邻居喽，连战的儿子现在在地堡跟小 S 当邻居，自己呢邻居是庾澄庆。根据了解呢，这个庾澄庆在奢侈税上路之后，砸了1亿2600万买了一品大厦当中的一户。一品大厦这可是台北市早年的豪宅呀、屋主不是富就是贵，不只是连战，包括了国泰蔡成南呐、星光吴东进呐，通通住在这里面。哈林这一次买一品大概是125万，不要嫌多哦，嘿，剩一摊丢哦，因为一品大厦10月底之后要法拍，据说一坪的底价就要131万了。